哦，也带。Hello， 欢迎来到 KTV。跟上次一样。对啊，对啊，我们虽然是第一天在讨论会听的节目。很烦恼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介绍一下这边的成员呢？对，这里我们有我，就是杰尼，还有一心，还有红军，他只能在讲话，还要去聊，还有国王 with the camera man。哎 ，OK， 我就讲到此为止。最后一点，我真的很烦恼，很难买。OK， 来，一心讲点话。你现在都已经十点半了，我们还没有回家，你懂吗？一心。哈哈哈哈哈！还要再讲啊？我们礼物已经买到不错了啦，可以吧？哦，一两个 ，OK 啦，你再敬请期待。送两双快乐乐毛的手环。我敬。我敬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讲话。讲什么东西？我敬。我欢迎来到会议厅。Okay, 好吧，就到此为止，拜拜。